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马里奥 RPG 啦。大家不用怀疑，我是接着录的。对，所以你们上一集有看的人就会知道，对，我们被困在这个地方，现在是有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们要选择有其中有两，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战斗官，有一个是有两个跑酷，一个战斗，两个解谜。那哪一个才是跑酷官呢？我不想选四，那我们选个六如何？是解谜官，呵呵是什么啦？我是解谜狂人卡路迪，呵呵，我的房间的主题是机智问答，你想要听说明吧？他的我是不是？我会出12，太多了。你每答对一题，脚下的方块就会上升一层，比如只要答错就会下降两层。要是想太久，5秒的回答时间一下就过，就会下降一层。只要在这12道谜成功上层8层，就可以过关，还蛮难的耶。库巴的等级在15时，学的招式是什么？谁知道啦？这个。强纳森都喝苹果汁，他制造什么炸弹而名？长蛇妖讨厌狐狸，青蛙被想到回到那时候的时候，青蛙变成蝌蚪。马里奥的窗户绿色，斧头连队长是红队长。第一个星星碎片是在库巴城，全名是琼斯。南希的丈夫是奇诺。悠悠库巴，他们三个库巴是水中生物。哪一个是假奇？是谁啦？奇妙之物，太难了吧？直接擦掉。至少我知道他不是跑酷关卡。凯洛，可恶，跑腿，饼干。军曹是哪个阶级？宗师。棉花糖国会加罗。陈振云的怪物是拿的是什么东西？长枪。哎。协助你爬上乡村路的悬崖是飞行乌龟，飞行龟，长蛇要讨厌麻雀，不良龟的师傅叫做杰弗利，征服他悬挂的是普通威，呱呱湖的英文我谁知道啦？奇诺可夫斯基，红队长，雌虫哦一块啊。啊，差一点哦！哎，他会的太多，完全不一样哎，而且不能犹豫太久，会要重来哎。琼斯，啊，这个到蘑菇，黑猴里的手弹弓，哇、哦！我重来几次啊？好，还有哦。这房间的主题是数木桶。我会等你10秒，就想办法回答出共有多少个木桶吧。先闭上眼睛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，13个吧？有多少呢？答对了，这是练习题哦。这次数量很多，我会等你20秒哦。是在哭哦！1234341314。啊，我不知道啦。45个，谁知道有几个？是从最外面出来呀、啊！
45个。对了，不过这对人数易如反掌，没有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再数了，不要再数了。哦，记个事，这个房间叫做推理解谜，害羞章鱼幽灵，啊，害羞章鱼幽灵，啊，嘴巴是舌头是蓝色，好可爱，害羞章鱼幽灵，塔利库利塔。碎碎灵跟泡泡酷四位一起参加了铁人三项。铁人三项是以游泳、自行车、马拉松共三项运动组合的竞技赛事。这次的题目就是猜出他们四位抵达终点的顺序，你就听他们四位的说法吧。因为我在自行车表现不好，所以到第四名，但是最后抵达终点的名次跟游泳项目一样。我游泳项目跟自行车项目拿到了相同的名次，但是在马拉松时被两个人给超越了。我自行车项目超越了害羞幽灵，后来一直到我抵达终点为止都没有被害羞幽灵给超越哦，所以他的成绩应该还算不错啊。我在游泳项目拿到了第三名，但是一直到我抵达终点为止都没有拿过比第三名更高的名次。哈，第三在游泳项目拿了第三名，你是鱼耶、欸、你输给另外三个你确定？但看起来是乌龟、幽灵、力宝宝跟鱼吧。力宝宝鱼，如果这个还要重来，因为这个重来我会哭出来哦。获得了金瓶糖。My God！ 我只是录影了一个这个，我就花了这么多时间。再来就是跑酷。还有两个门是跑酷 ，Oh my god！ 我不想选到跑酷哎、欸，怎么办呢？选三号，没选到跑酷是一个好消息，但是问题是解谜连续也是很痛苦啊。我是解谜狂人卡路迪，那这房间的主题是拿金币啊，要听说明吗？来吧。这个宝箱放了20英里美金币，我们要轮流拿出金币，拿到最后一个人就输了啊！我超不会这个的，一次最多只能拿四个。如果一次想要拿一个或两个的话，就要在停手的时候按下 A。拿满。现在是四啊，反正先都弄到四啊。呀，现在四加三加一二三四，我们现在剩下了十次，还是很远啊。还剩六次，跳一下哦。完了，我快搞混了。这样应该我跳四次就赢了吧？啊，我拿到最后一个了，完全算错哎！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哦哦哦，要念出来才行啊！虾米，你要干嘛？我这样子重来，我是不是金币又要重跳？这个房间叫做魔法开关，你想要听吗？听一下，在踩踏其中一个开关后，位于右上，
右下、左上、左下的四个开关会啊！我的观众就知道我最不会玩这个东西了。开启的关会不会啊？你要让锁把它变成开启吗？不要，我最不会玩这个了啦。不过没有踩的限制就可以慢慢来就是了。啊！乱踩的，完全搞不懂。不要不要，这前面两个重来太痛苦了，要干嘛？这房间是踢球接龙，你要听吗？只要你把球踢出去，球都会飞越另外旁边另一颗球，并落在另一端。只要你把球踢出去，球就会飞越位于旁边另一颗球的另一端。嗨！然后被飞越的球会消失，落地不可存在其他球。哦，啊，失败会怎样？完蛋了，我没办法剩下一颗了，没办法了，不要告诉我全部重来哦，我吐了啊！不是啊，就前面那个按钮，金币还可以，按钮不行了。我突然觉得跑酷好像蛮香的，我们去看一下二号如何好了。真的是跑酷哎，只可以失误十次。他会喷钱的，那我把钱全部花光。在大跳哎、欸！啊！哇，他至少是从中间来。哇，这么快啊！这是什么？感觉应该。还有 ，Oh my god， 这几下，这跟跑酷有什么关系？是要去楼上哦，你认真欸，大哥，我要怎么上去？Oh my god， 什么意思？这个我已经跟我认识的跑酷不太一样了。它是相反的方向哎、欸，好不会这种哦、喔。谢谢哦！哦，有了！哇，一站定就不能移位置。Oh my god， 要这样子动哦 ！Oh my god！是最后一次了吗？我会不会顶头啊？那个啊，位置应该不一样。我们损失多少钱？
它最好是只是那个是效果而已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损失钱哎、欸。好了，事后来看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方面来说，它虽然是跑酷，但是它是在可以接受的。哦，我可以自己来。超认真啊 ！OK， 到。不要啦，我不要玩了啦！救命哦，会数人啦、啊！啊，我只是在看东西。啊，把我放上去了，人真好。我是不是只要等他拉到底就好了 ？Oh my god， 不是呢、欸，没那么简单哎、欸！啊，我只是狡猾。走了啦，走了啦，太恐怖了啦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， 不要！谁知道你箱子会滚下来？先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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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了。这也要再等一下哎、欸，怎么呢？会数人呐、啊！哦，我要疯了！你大猩猩不要！我们还是慢慢玩解谜关吧。我们先去五号调野身心一下。五号是可爱的战斗关卡，但是它很久。这里设计不良啦！哦，直接死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！哎、欸。OK， 再要一个一个踩了。哈，我有办法全部踩到啊！嗯，这几下。OK， 没记错的话，他只能踩吧。Oh my god！ 这是啥？海龙王从宝箱中现身。哦，其实不一定要踩，可能以前力气太低了。Oh my god！ 这家伙把我的血直接打掉一半，太痛了。刚好升级了，他们已经升级过，所以没办法靠升级补血。OK， 战斗关卡虽然，哎，星星枪，星星枪应该是那个他的吧？有哎、欸，哦，
装备星星枪。好啦，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来了，解谜关卡主要是后面那个黑色的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解。跑步跑酷关卡是要死好几次，要吐了！咪！哎，让我打，过了吧？Oh my god！ 超巴掌手套。谁的啊？超巴掌是马里奥吗？哦，所以他们每一个的装备都藏在这里耶。哎，不是，难不成是公主？真的耶，我不需要啦，我不要公主的啦。啊，要带他去了。嘿嘿，我们这样花了多少时间啊？太棒了，跟时间跟上次花差不多多。啊，不行哦，我觉得我得储存在这里了，这比我预估的实在太长了，而且后面的后续打那些东西一定更长，所以我们只能先在这里做一个结尾了。没想到它后面这么麻烦，我真的快吐了。那现在变到说我们跑酷，第一个跑酷别想了，那个我真的过不了啊。这个我觉得刚刚卡在已经不是跑酷，前面的两关还好，就是那一个刚刚是那个。箱子稍微熟悉一下还可以过，但是那个解谜真的要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剩下最后一个，太麻烦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